这个亚索打上路，哈萨 K， 哎呦喂，好痛啊！捅到人家大动脉了，这也太痛了，你轻一点。哈萨 K， 哎呀，哈萨 K， 怎么说？亚索肯定能赢的，亚索绝对能赢，吹起来！拿了个杯面，你好菜呀哥！我马上到，给他一个信心。我马上来呀！等我爹，等我，等我，我马上就到哥。哎呀，你这等一等啊爹！他应该是没有闪现的吧？哎，我本来想刷三级，不用不交闪现的。我锁子哥他那喵的，他直接就干上去了，那我们就只能交闪现了。我们中单有线权的，对面打野艾克应该是难开的。哎呀，怎么会让这个打野艾克拿到蓝棒，拿到这个河系？漂亮，这波我们中单拿了两个人头，帮他把线卡住。还得是你呀、啊、我的龟。哎呀哎呀，路过路过，哎呀路过啊。哎，太好了。不交闪现也可以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闪现。啊，我知道他没有闪现的是吧？不交闪现也可以，对，确实可以，习惯了。双人线，等我五级，我马上五级了。差一组野怪，你们控下线。我有扫描的，他们差也没有用的。哇，我们上单一打二啊，牛掰了。压线。翻滚中，天使没大没闪，这心太炸了，兄弟！这个打野心态绝对要炸，让我心态绝对炸。哈哈哈！哎呀，让我心态都崩了呀！这么一丝血都弄不死啊！完了，这双人线心态也崩了。你好简单啊，兄弟们。嗯，这能不能赢那不就是有手就行啊，快给你给你野爹点点关注啊，完了他不会被劈死吗？呦喂，这个好细啊，这个细狗。哼，就问你快不快，真的是又细又快，哎，小姐姐才会爱。主播温州的，哎呀，主播不是温州的，温州不是皮革厂倒闭了吗？咱们是个打工的。中路开大应该是打不过的，要呢？浙江温州什么皮革厂什么老板带着他的小姨子逃跑了，原价什么200多的皮鞋，现在20块，通通20块。有没有听过这个？哎呦！
这个亚索出的什么装备啊？这怎么这么能吸啊？怎么这么能吸啊？真的是好能吸啊，他自己给自己吸回来了啊，他带的是护盾啊，怪不得他带了个护盾。我觉得是他吸回来，原来是他盾挡了个伤害。我在路上，我说他刚刚怎么这么肉啊。来了来了来了，陈姐，哈哈哈哈，就问你麻不麻，哥快走，往我这边走，往我这边走，往我这边走。对，哎呀，是不是想说赶紧放中路？嗯，我没说啊。哎，我懂你的，不用你说。哎呀，我懂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真的是怎么能让你说呢？真的是少爷。你是真有问题。哎，也可以蹲。我们可以杀上路啊。这个人是阿海，这个人是阿海，我感觉。阿海呀、啊，阿海今天就头给他打崩了。因为他一直在跟我送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阿海现在开直播都得拉两个妹妹上来陪聊啊，要不然他播不下去。咱们什么时候也有这个待遇啊？这直播间粉丝有没有妹妹？怎么？你是阿什么？你是阿角啊？是吧？哎呦，我的，听你说话听入迷了，然后被抓了。滚！然后这都能甩到我头上，拿了个杯呀、啊！哎呀，我的头上都背了口，我的背上有一口锅了。没事，我们也在，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了。你叫我背锅侠呀？哎，哥，快走！在塔里不是很行啊。哎，快走！别装备了！快来！他在装备啊，对面下面好几个人呢。来了，往后撤，往我这边走。我肯定是走得掉的，我们上单他走不掉啊。瞄辅助啊！完了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点错。没事。战线咬动他，谁拉了你打谁，你们手给你打断了，臭小子，走位。Nice. 回家。这个哥哥的皮肤真搞笑，哪里搞笑了？我很搞笑吗？不闪。你这意思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很搞笑喽？啊，你是不是说我很搞笑喽？我的皮肤怎么了？我皮肤。我明明这么帅，我啊，你懂不懂球啊你啊？我这么帅一个球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看我还有倒刺儿呢，还长刺儿呢。就是龟龟的头，它有点丑啊。龟龟的头那是什么头啊？橡皮球。点关注啊！你们这帮看直播不点关注是什么个心情啊？看直播不点关注，你们是什么？你们耍流氓啊！你们点关注啊，义父啊！啊，我不用刷礼物，就只需要点关注。妈，一个炮炮三个，你是海王啊？你这么能炮啊你？回手一个大招，咬住他，再进，秀闪。亚索 Q 闪有点帅，又是没伤害，只能给自己帅到了是吧？他 Q 闪把那个 Q 打到人家身后去了，这就没办法了。只有陪伴，随缘杀到就看。哎呀，你给我滚，把他给封了！什么叫随缘啊？欢迎我会有阳光啊！欢迎小姐姐。怎么办？差钱啊，差200块呀、啊！
别打架呀，我不在呀，爹们，我不在呀，爹，我要回家一趟。没打，你别打，别打。谢谢有你晴天。嗯，有你天晴啊，欢迎啊。你们不打字啊，你们老是打字，我会有印象。开吧，把龙拉出来打。打架，我们打架不一波了吗？哇，他在空中都下不来啊。这亚索的头发都发光了，好帅啊。他本来就发光的是吧？这皮肤多少钱啊？完了，斗魂无双吗？他这个头皮，他为什么刚刚发光啊？没打中。秒你那就是玩儿，遇弱我们也没有用呢。他刚头上为什么有光啊，兄弟们？他还能变身啊，赛亚人是吧？你都没有欢迎过我，哎呀，谁没有欢迎过你啊？欢迎栗子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！嗯，变身里边请啊，二楼，上二楼啊，欢迎光临啊！欢迎一下我，哎呀，欢迎我哈士狗啊，欢迎啊！别打这 IQ 没来呢，我们打得很快，俄罗斯打得很快。怎么每次打龙打到一半你搞个惩戒还有26秒啊？红浪漫，什么叫红浪漫？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红浪漫。怎么跑那么快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啊。开刷，他们要推中路啊，都不刷了，我们集合。哎呦，这风墙能挡泡泡啊，那不一个大刀嘛，大几个人吗？大闪，我的妈呀！七星大法，骑不过来呀！什么东西啊？我只看见有人在飞呀！惩戒咬住他一波了，没赢过。哎，男兵一位。哎，看来你啊，你这个去的不少啊，你啊。